大家好，我是 April， 我是 Desmond， 大家好。上一集就跟大家看过用 VR 就是去这个湾仔的全新人座式商厦轩尼斯道333号的地铺。Desmond， 今次还有什么好介绍啊？上次看完地下啦，今次大家看楼上啦。其实轩尼斯道333呢，它地下至10楼就是商铺用途，11楼以上就是写字楼用途的。今次我们可以大家看看在8楼一个商铺用途的楼上铺的单位。这个就是一个一号铺啊，嗬？系，冇错。而家我哋望到就是八楼的一号铺。咁佢面积就有872尺嘅。其实佢一梯系有几多火噶？佢一梯两火。一梯两火啊！咁一入门口就已经见到一个非常好嘅厕所吓。系啊，其实你话轩尼斯333咧，楼上铺咧，佢喺单位里面有独立洗手间系唔错嘅。咁点解咁讲咧？因为佢个行业咧，譬如做啲高级嘅美容啦，高级嘅发型咧。咁咧，單位裏面有洗手間咧，咁變咗佢哋就好有彈性啦。我哋可以睇下入面嘅裝修啊。係啦，其實你望到發展商啦，而家呢個單位咧，佢都有做咗個 pantry 啦，咁同埋啲好靚嘅傢俬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個窗台位置喎。係啦，去望翻軒尼斯道啦，咁其實都唔錯，好開揚嘅。係。咁呢一個就一號單位啦，我哋又可以去睇下二號單位啊。二號單位係幾多尺啊？二號咧就大少少，就873尺。咁同樣啦，二號單位咧，你望到佢喺左手邊都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。哦，喺呢一度。冇錯。我哋又可以去個洗手間度望望啊。好啊。佢就個門就開呢一邊。係啊。咁你見到發展商個洗手間都整得好靚。係。好，我哋又可以出去睇一睇啦。喺度就好似食嘢咁樣咯，可以。係啊，嗱，發展商咧依個裝修都有個 pantry 啦，咁同樣啦，佢都擺到好靚嘅傢俬啦。咁其實望到啦，依個軒尼斯道333樓上鋪，佢嗰個間隔咧都斯斯正正，冇柱。咁你話佢個裝修都可以好多變化啦。同埋好彈性咯，好似。係啊，一梯兩火。又有私隱度。冇錯。你望到啦，都好開揚咧，二號單位都望翻軒尼斯道。系啦，咁样而家呢个有示范单位就系咁嘅样啦。如果系冇装修嘅，点样咧？我哋又可以去睇下。好啊。呢一个咧系几多楼啊？呢个就三楼嘅，呢边咧就301啦。咁同样地啦，你望到佢右手边都有个洗手间。咁你望到咧，单位佢真系冇柱，四四方方。咁你话啲租客嘅变化啊，装修都好有弹性。同埋好通咯，个铺位。系啊，冇错。咁隔篱二号铺咧？嗱，依個係二號啦，同樣啦，你望到啦，佢左手邊啦都有個獨立嘅洗手間，一樣好通啊，四四方方，咁可以啲租客啊變化都好有彈性啦。佢呢個係獨立冷氣係咪？係冇錯，每一層都獨立冷氣。啊，咁我想問下啦，中間呢埲牆係可唔可以打通嘅咧？可以嘅，咁其實一二號鋪打通咗之後咧，全層有1745尺，咁其實發展商喺十樓都做一個十樓嘅即係示範單位嘅裝修嘅，咁或者我哋可以下一次再大家睇下。好啊，如果大家对这个轩尼斯道333号有兴趣呢，记得联络我们中原工商铺啦，我们下集见啦。下集见。拜拜。拜拜。